贺天心他谗言逆语，已经迷惑了皇上。若想让皇上离开他，就必须让皇上起疑。只要你吃了他，让自己中毒，相信除掉他并不是什么难事。朝廷侵犯何天心，谋害李云英，经刑部审查认罪。传令下去，即刻问斩，由哀家亲自监斩。住手！历代先帝都在，谁敢拦我？大妄无为！你以为我没办法治你了吗？我要废帝，另立君王。大哥，我要你去跟太后认错，请太后打消废帝的念头，因为我怕你当不成皇帝，你怎么跟天下百姓交代？天下可以少了何天心，但不能少了你这个好皇帝。我不管你怎么说，我绝不会放弃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刁蛮俏御医。